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如果你对拖尾沙滩情有独钟，那么千万不要错过本期推荐的巴哈马私人岛屿 Ambergris Cay。Ambergris Cay 坐落在巴哈马群岛的阿巴科岛链上，位于阿巴科海与大西洋的交汇处。该岛距离阿巴科主岛的库珀镇非常近，从库珀镇再驱车约15分钟便可抵达当地机场。Ambergris Cay 占地40英亩，四周环绕着清澈的海水和细腻的白沙，宛如一个天然的海滩天堂。岛上拥有一片原始的白色拖尾沙滩和多个私人海滩区域，让你可以尽情享受宁静的海滩时光，远离尘嚣。这里的自然环境令人心旷神怡，丰富的珊瑚礁和海洋生物为潜水和浮潜爱好者提供了无尽的探索机会。此外，岛屿周边海域还为垂钓爱好者提供了一流的钓鱼体验。岛屿的中心区域坐落着一栋3200平方英尺的海岸风格庄园，提供了绝佳的海景和自然景观。该建筑设有四间卧室、四间浴室、两个厨房和一个宽敞的开放式起居区。此外，庄园不远处还有一个1200平方英尺的员工宿舍。岛上设有一个精致的私人码头，为游艇提供了便利的停靠点。除了丰富的水上活动，你还可以在岛上的私人花园中漫步，或者在户外露台上举行烧烤晚宴。岛上的自然环境也非常适合进行瑜伽、冥想等放松活动。Ambergris Cay 不仅是一个奢华的私人度假胜地，也是一个极具投资潜力的资产。该岛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完善的设施使其成为高端度假村开发的理想选择。该岛是永久产权私人岛屿，目前正在出售中，售价为1375万美金。如有兴趣，欢迎私信咨询，我们下期见。